对呀、啊。跟我家搞现在老乡。会呀、啊。现场有十一个人在看。OK OK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嘉欣吃播给大家看。饱了吗？还没吃饱的话，就先不要看嘉欣直播。老板在旁边吃饭，还是你们不想看嘉欣吃播，想看老板吃？要等一下，他会延迟。我们还在测试阶段哦，小坤。仙女吗？
是人气。伊讲迄，差不多迄个歌，讲迄蒙着人气的。等下，阮同伊查着，阮手放下，知影哪只落来。看嘞，好粗哈。吃完了。很实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漂亮，漂亮。我应该帮你后置吗？大家好，我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线，然后鲜鱼有一个很特别哦。是啊。啊，弟弟好。哎，真漂亮嘞！啊，都想买几只只呀？你看买多少烧哦？好啦好啦。哦，今天买烧吃不？你另外。我要捞一千吧，是迄个蒜鱼无？蒜鱼我无煮啊，无煮啊。哎，咱无煮。这个捞是一手捞，是捞捞捞，你捞好了吗？你看要啥物？唔知。我也无啥。你看有大餐就吃嘞，虾啊。哎，虾啊。我呀，虾嘞。虾啊。都喺度食。你煮饭要食几多个？无啦，虾啊嘞。哎，两盒啊，给两盒。哎，1500，1100啊。今天老板有带比较多不一样的东西来哦，今天有换东西出。OK， 来，我来处理了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今天带了很多虾子，然后还有我们过年才会带出来卖的笋干烩脚裤，然后今天白带鱼小块的也有带来哦，然后还有五根长网，这里五根长网，五根长网也到货了，还有我们的潮虾，中秋烤肉潮虾很适合。然后我们今天带的鸡腿是这一组，这一组。上礼拜带的是那个法式松露鸡腿排，然后今天带的是强酱的嫩煎鸡腿排，一样都是大只的哦。有速真空看起来比较小，但是退冰之后很大只哦。就是老板每个礼拜都会换着带，换着带。然后我们还有另一组的鸡腿排。我们还有另一组的牛奥良，牛奥良鸡腿排，哎，就是之前透明真空包装的那一组，有兴趣的客人，我们今天有带哦。嗯，再加几红包，大这个，就是这一组。笋干烩脚裤，哎，我。我要怎么拿出来给大家看呢？它就是里面有笋干，然后还有脚裤，这是我们过年才会带出来卖大颗的哦。今天老板有换一些产品出来。对，今天的大部分就是这样，然后骰子鸡呀，还有台客咸酥鸡也有带出来，然后我们还有带大只的花枝来哦。今天差不多后面有换的蛮多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还有软丝哦。客人来了。好，来过一下花莲，好不好？过一下花莲，好不好？哎，老板。